8月16日，北京万事达中心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他们就是刚刚发行了新专辑的韩国组合 Super Junior M。这是 Super Junior M 出道至今最大规模的歌友会，最顶级的舞美制作水准，最强偶像风暴的完美来袭。 SJM 今日现身北京，与歌迷近距离接触，众歌迷一起目睹了他们的华丽变身。